现实像酸风寒流，这一切无法度照天意。不如着想想看开，歌好破拢嘛无所谓。有啥物烟气，加紧好滴滴干杯，甲吹落去。机会会来，过去的过去，感情是算啥物？无什么代志，咱拢是家己歌声来斗支持。人生的可贵，正是因为咱斗阵的友谊。有什么勇气，甲天好地地，干杯甲吹落去。机会来，过去的过去，感情是算什么？无什么代志，咱拢是家己歌声来斗支持。人生的可贵，正是因为咱斗阵的友谊。有什么勇气，甲天好地地，干杯甲吹落去。机会来，过去的过去，感情是算什么？无什么代志，咱拢是家己歌声来斗支持。人生的可贵，正是因为咱斗阵的友谊。文文，你就是白文文哦，关你屁事！跟我回来。我为什么要跟你回桃子馆？我犯了什么罪啊？你无犯罪啦，不过我爱你马上跟我回来看一下啦。谁啊？你老母。操！怎么样？我妈已经被你们这些插头东西关了噻。不是，因为你老母。我知道，她迟早会有这一天的。嘿，你怎麼对你老母一点都不关心哈？他连妈都不关心我，我干嘛要关心他？你，不管你老母是不是关心你，你就要让我回来。我不跟你回去，你拿我怎么样？我就爱你回去。我也是警察，你赶紧继续哈。到位啦。七点呐，手会痛哎。听到来，你来啊。啊，就在走了啊，催什么？来来，进去。进来啦。过来。欸磕个头啊！文文，恁老母要过身进前吼，对你有啊真挂念，紧几点啊，甲伊讲几句啊话，互伊较安心咧。我不要，我不要给他磕头。文文，乖，跟妈妈磕个头。我不要啊！文文啊！你也唔甲恁老母跪哦，安尼你就真不好，你知无？
谁叫他要死啊？他根本不能死，他还欠我好多都没有还我，你们知不知道？不过你妈妈是欠你什么啊？你讲出来，我两个尽量替伊还。我要他的关怀，我要我爸的疼爱。你不是我老母，你不是我老爸，亲人和母爱是更坚定的吗？我每天都在期待，只要有一天，他可以像其他妈妈疼小孩那样子的来疼我。他竟然这么不负责任，说死就死，说死就死！哎，你别那里了，不玩。除了把我养大之外，你还给过我什么？文文，你还给过我什么？干嘛？赵哥，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每天在外面跟人家鬼混啊？啊！我要引起你的注意，我要你来教我，我要你关心我啊！我靠，你就这么不负责任，这么自私啊！你说死就死啊！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！既然你不爱我，我为什么要跟你磕头啊？不会跟你磕头的，我这一辈子绝不会跟你磕头的！哎哎哎哎！你放开我了！我是被冲上了。你管我，我这边去哪里都好，我就是不要再看到他。哎！你要靠我？啊，不不，还靠你的双臂啊！你放开！你别来了。三四。阿秀啊，啊你今仔日才早就起来啦？我是哪顿来呢？哈？你今嘛才顿来啊？啊，你昨暗是甲啥人去倒？都甲阿宏去台北啊。阿婆等因查某囝带转来啊！哈，牡丹还阁有查某囝？嗯，牡丹要死的时阵哦，甲我甲阿宏交代，叫我爱好好管教伊的查某囝。哦，要若安尼讲起来，因这个查某囝，唔着真歹溜人呢？唔那歹溜人啊，迄讲要甲伊讲啥物都袂通呢。哇，要若安尼，啊唔着拢去了了啊？就是安尼，我唔才咧烦恼啊。啊！若真正袂当甲伊好好教吼，唔知要安怎甲牡丹交代呢？嗯，啊，放心啦，迄教囡仔是我的专门呢。你将伊交予我，安尼就无唔对啊啦。伊即摆人伫倒？文山女婿。什么时候才要放开啊？只要吼，你也肯甲恁老母归，啊答应要带这个土老乡，安尼我就甲伊放开啊。哎，伊是阮老母呢，要不要给他磕头是我的事，谁要你鸡婆？啊，不过恁老母已经甲你吼交代，予我甲业主管啊啦，啊，阮就迄责任来照顾你。老母把我交给你管，哼，他黑白两道的朋友一大撮啦，他谁都可以交代，就是不会把我交给一个我不认识的人。文啊，我跟你讲一阵哦，你唔知的代志啦。其实我跟恁老母是青梅竹马啦，啊，我们互相吼，我哪有意爱过啦？啊，我嘛约束哦。我说我做兵倒转来哦，伊就要让我结婚啦。
我若知影我伫替我，啊，伊就离开拖拉乡啊，啊，我也找无人啊。你是较最近吼，我才甲伊见面呢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你是我老母的初恋情人啊？原来用安尼讲啦。那多少年前的事？17、18年。那你们分手的时候？ 你们有没有怎么样？我靠！你们是不是不懂啊？就是你们搞，就是你们有没有亲热啊？亲热你懂吗？这没有啦。我不相信。你怀疑？你怀疑什么？一定是你始乱终弃，我妈才会离家出走，对不对？ 无影无字，只代志你是免乌白讲的呢，啊？那为什么他谁不交代，偏要把我交给你管啊？哦，这你说啊，这，哈哈，你就是我妈那个无情的男人，我那无缘的老爸哈。唔对，唔啦，我跟你讲啦，我跟恁老母吼是有谈过感情啦，啊，也过吼，阮无安怎，哈，啊，我无可能是恁老爸。 敢做不敢当，我老用会卡小。这，我真正不是恁老爸啦，我是在想，恁老母，可能是不得已的苦衷，才不甲你讲恁真正的老爸是谁啦。啊，这吼，你是免怪伊呢。他害我变成一个没爸没妈的小孩，我不怪他，怪谁啊？哈。哎呀。 人咧讲哦，世间无不是的爸母啦，准阿恁老母若有做啥物唔对的代志，你嘛袂用的怪伊啊。阿红啊，来来来，食早点，烧饼甲豆奶来，来来来，嘿嘿嘿，阿志芬你，嗯，太烧，那他把我手铐子，我是要怎么拿？哎呦，红啊，阿你若甲铐起来啦，甲放开啦，好食物件。你老说啊？哈。 我即马甲放开，啊，我这头伊就酸去啊，我是要对啊找人啊。哎呦，啊无安尼啦，你先甲放开吼，吼伊早点食好的时阵吼，啊你若爱哭则搁哭啦。好，我先安尼。快点哦，饿死了。快点呐！你卖叮当啦。 飘香哦，啊这脚头安尼破个正暗，安尼啊才穿，无你嘛讲小我甲假假嘞，哎呦，啊这呢我讲安尼啦，啊这我，枵死我，你看你大仔拢走出来看人，啊这若扇着风哦会寒着呢，啊，搁更偏，人的是牛，唔则咧更偏，安尼你啊咧更，哎呦可怜哦，无老母的囡仔就是安尼才可怜。 赵英阿姨啊，你叫做啥物名哈？因为你是谁啊？我，我都米芳嫂啊你，米芳是啥？我就是咧蹦米芳啊，像咧蹦啊一个吼，我都一叫叫叫叫啊，切一个，我伫这甲你讲你也唔捌啦，你都叫我米芳嫂啊，安尼就对啊啦。朱芳阿婶，嗯。 我即摆含你用大哥大讲话哦，是啊，副座呀，嗯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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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
底唔通饲金鱼，若要饲吼，就饲到办公室啦。对啦，伊讲安尼哦，唔只系招财进宝，啊，风生水起，好运来啦。是啊啦，恁大家拢有戴得到？副组长的啊。伫个办公室，有需要挂太阳眼镜。哎，这嘛是副组长的，伊讲安尼唔敢跟得上时代。
啊，伊人咧？唔知影咧。伊若来，你马上来提我。玉芝，主管，我办公室那变安尼。哦，这是老夫做的意思啦。以风水师讲吼，你都爱朝这行啦，爱安尼布置吼，对你上有利啊。嗯。哦。主管呐、啊，你莫生气啦，老夫做这嘛是伊的好意啊。主管，你甲李副总去台北找人，啊，敢有找到？有啦。啊，人呢？啊，就伫温泉旅社，李副总咧甲顾啊。哇，啊，这白小姐查某囝十七八岁啊，搁爱人照顾哦。唔是照顾，是看顾啦。你都唔知影哦，因查某囝哦，偌够乖，搁偌活骨的咧。你若无甲顾咧吼，随走到你看无人啊。我看安尼啦，迄李副总吼顾几暝啊，互伊转去休困，你甲小弟。是。啊，你敢有影有较好？啊，无呐，这间温泉旅社吼，就是恁老母生前留落来，啊，这就是你的厝，你爱乖乖啊住在这。啊，你台北也无亲无情，你去台北要创啥？我的朋友都在台北。搭你台北遐是啥物朋友啦？啊，全一挂龙群狗党。哎、欸，你凭什么侮辱我的朋友啊？哈！啊，我讲的够唔对是？你再说，你再说！哎呦，阿无呐，啊，你来带咱咱土寮乡，你同款嘛会用交足侪朋友啊，对不对？我无啊，新交的朋友也不一定全听我的、啊啊。做人哦，就爱安尼互相来，互相去啦。啊，到后一定讲，什么人都爱听什么人的道理。哎，在台北，他们就全听我的、啊，怎么样、啊？那是因为哦，红啊，啊你家这囡仔吼，讲这么多大道理，听无啦。你胖叔啊，啊听无嘛爱加减啊讲我听啦。啊，人咧讲哦，艺不足是不成器啦，啊人不学哦是不知义啦。你听懂了没有啊？说吼，艺不足是不成器，人不学吼是不足艺啦。你听懂了没有？不会说国语就不要说啦。你，啊？哎呦，阿红啊，教小孩吼有好多的方法，对不对？你这样没有耐性，永远都教不好的。胖叔啊，你都唔知咧，我哦，副总啊，你胖叔啊，阿庆啊，阿你哪来？主管讲哦，叫我来换副座，等去休困啦。副座啊，你先等去休困，人我来顾就好啊。袂啦袂啦，我袂忝啦，互我来顾就好啦。无啦，阿红啊，好啦，你稍等去眠一下吼，啊，互阿庆啊替你甲顾啊。李同事啊，也毋过问问你。哎呦，你想看卖咧？你对台北甲人杀来遮，伊对你吼已经一百多去啊。你搁对伊安怎样，我讲伊嘛听袂落去啊，对唔对？而且，伊甲阿庆啊，因年岁比较比较接近，互伊两个去甲伊交，可能较会通啊，互伊通看卖啦。吼、哦，李先生，啊，无了拜托你啊。你放心啦，无问题啦，我搞得定。你一定爱甲搞得定哦哈。嗯来，你去，出来休息啊！你好，副总，搞到！副总啊，哦，这台车哦，比警政署长的车更加棒呢。不一样，不一样啦！哎，副总呀，你来这么才来啦？主管有代志找你啊，找我，是啊。主管，听讲你找我，有啥物代志？无啥物代志，
我刚才想要知影你先到即阵才来上班。啊，就安尼啦，我着坐车吼，啊，四界去踅踅咧。我想讲要了解咱这土寮乡，啥个民情甲这个风俗。啊，你希望你以后先来派出所签到了后，你再出去巡逻，好不？咁就真麻烦。一个团体吼，爱公平公正，袂用有人得罪。所以吼，你以后若要出去巡逻，拜托你骑咱的公务车，莫开你迄台奔驰。哈？还佫有，马上将办公室甲我恢复原来模样。唔通哦，主管啊，这个方位来讲吼，对你上好处啊，我保证你有财源滚滚，好运来。我做警察，唔是做生意，我唔免什么财源滚滚，好运来。这是命令。是。我靠，拄到一个比阮老母更加灵巧的查某。你正在讲啥？无啦。我是讲，哎，我讲外口遐大衣啊，搁甲超完位啦。你说，啊啊啊，又搁害我将心酸对落。你看好是我的责任啊，你还干嘛还我宝宝多？你们呐、啊，我觉得你们土寮派出所的每一个插头都又公又直，很不好玩哎。相公哎，你想玩什么、啊，我都可以陪你玩啊。哦，真的？嗯。好，那你要陪我玩那个。猜拳啊，然后脱衣服的游戏。妹，哎呦，你怕什么？你包着跟一个肉粽一样的，你不会吃亏，我脱了。哎，别安尼啦，算百块的啦。我就知道你不敢。妹，干嘛？你别去打。我真的要去嘘嘘了啦。文，叫什么叫？你叫魂啊你！文，你干嘛啦？
这个啦。哎呀！哎，阿义庆啊，你来把伊扯倒来派出所了。哦，我真正过意不掉了，还是把伊带来派出所，大家照顾吼，较保险啦。义庆啊，哎，啊，这个交警是啥？伊是白宝镇的查某囝啦，我做文文啦。你讲白牡丹啊？白牡丹，诶，这个名我较正熟，但不想讲是啥物人？副座的啊。嗯。这白牡丹吼，就是这边贩毒案，和龚文耀辉拍死迄个查某。对啦，就是安尼，我才想讲，这个名我都捌听过咧。啊，超蛮奇怪。啊，这案件甲伊这个交警有啥物关系？一点仔关系都无。哎，对。啊，你讲无关系，啊无关系，三只个交警啊，等下锁就中啦。白宝丹为着要救李副座，牺牲伊的性命，将伊交代给阮。哎呀！所以讲，恁大家吼对伊无皮条，何不讲当作在话对无？那对付这款哦新兴人类，我上来啊！免烦恼，来，你入去休困，交代给我妥当的啦。啊，那你别来，来。哎，奶奶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管？我靠！这条子管呢？你动个菜鸡啊？就我对你客气哦，你就不当福气啊？啊，卡了卡了，搬过来。你跳才管，你给他下手了。嗯。在哪里啊？西门町。谁罩你啊？我老婆。阿金满。金满。哎。现在啊，混条子管。嗯。我老爸叫我。那就问你了，你老爸叫什么名字啊？我老爸李胜红。哎，小丫头啊，李胜红还没有结婚呢，你哪会说他是你老爸？话不能乱讲哦。李胜红是我妈的情人哎，他们分手之后，我妈就生下我啦。你们说，李胜红是不是我老爸？你靠你欠揍你！兄弟，嘿嘿，咱讲过的，我感觉咱两个呀，咱出来外口。谁啊？搞鬼的啦！让你放手，我告诉你。啊，李主管，嘿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啊，是恭喜啥？啊，你不是找到你查某囝？找到阮查某囝，是啊，哦，你是讲文文咯，真侪代志你未了解啦，啊，主管到底？啊，伫咧办公室内底。哦，主管啦，你无闲哦。小黄，遐济啦。好，啊，找我到底有啥物代志啊？我专工找你来，要甲你参详文文的代志。我嘛想着这件代志哦，得上脑筋啦，啊嘛唔知要哪才好啦。咱安尼24小时甲顾咧吼，嘛毋是办法啊，找看有啥物方法来应付伊啊。假使伊个心也无伫土寮乡吼，就是讲咱阁想到啥物办法咯，也是无效啦。我是伫想讲，归去啦，甲我这警察头路吼辞掉啦，啊专心来甲管家。无咯，你袂用安尼做啊。主管，若毋是牡丹啊吼。伊安尼牺牲着个性命，啊替我来动枪子，我早就无命啦。所以啊，我一定爱来完成着牡丹个心愿，好好啊，甲文文教好。我会当体会你个心情啦。不过，你照顾文文，叫你安尼失去警察个工课，我感觉无妥当呢。呀，照顾伊，我嘛有一半个责任啊，袂用拢互你来担。除了安尼吼，我也想袂出有较好的步数。好爽啦！我靠嘞，这个厉害！哦，我想袂到嘞，你安尼哦，会使讲歪咪咪啊？好，赶快啦哈！又有秘密搞什么？你哪有这款生意头啊？我也没有想到，像你这样 LKK 的老参头，蛮上道的嘛。
想不到吧？嘿，你这个朋友我交你了。嗯。可是你答应我的事情，我不能还你哦。No problem 的，我绝对请一间哦，速喜速喜的场所，好你去不？哇 ，Come on， 弟弟 boy。Come on， 哦哦。啊啊啊！又过，害我将心煞对落。甚物代志，咱拢是家己歌声来斗支持。人生的可贵，正是因为咱老弟。闲个吃呀？来，你在给吧？呀，文文啊，啊，这菜吼。你房叔啊，有你做的呢，啊，我是饭你的福气，才会当食一顿青草饭。对对对，你做你食啦，看你吼尽量食，还是讲我煮这，唔知下你会开口啊未吼？哎，我无要紧啦，看你爱食啥，你做你讲嘛。啊，你若爱食啥，你甲我讲，我随随倒来换嘛，安尼唔就好。你房叔，伊若要讨要伊家己就会食，卖找伊来先食。嗯，好食噶。有无啦？食饭吼，志明安尼讲，啊，真正。今天的菜炒得太油腻了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根本就不好吃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炸这个东西很久。老天才实在有影有理大一摆，啊，知影文文的开口，啊，变伊好食。哎，你这个人跟其他条子很不一样哎。像这种人就应该过来跟我们一起混啊，怎么去当条子哎？你嘛较歹啦。嗯。不是我的臭毛，我以前比你还坏。还是我妈咪甲我讲哦，你呀，啊，逐工咧弄溜咧。那这弄溜咧？好像咱每天哦游手好闲。嗯啊！唔知硬搞，别去做警察。啊！哎，我也拜托好不好？全天下有这么多条子管你不去，你非要来这什么土不拉几的地方？别拜啊！啊！我知道了，一定是看上他了，才过来打他，对不对？我调来这进前，我根本就跟伊无熟识。是哦。哦，那你一定是 FBI 派来的，到这边来出特别任务，对不对？嘘，看谁下。啊，我猜对了。你呀、啊，猜错了。啊！那有空可以给你。有，宝贝。你先坐。好，多谢。阿张哥哦，比方说阿大，阿贵也不多吵。阿伊日时啊吼，已经无一天啊，暗时啊一到路面床就困去啊。外用我拢歹穿。阿叔，我开始。
真正爱食麦当劳。好，无啦，哪有啦？迄款咧西餐的物件我食哪会合啦？啊是讲，啊讲来讲去嘛是为着稳稳啦。啊你敢知影？昨食都搞着几严哦，巴肚安尼鸡骨叫，几严拢困袂去啊。啊是讲哦，那会当食麦当劳啊，较稳稳哦，拉近这个距离哦，安尼嘛是有价值啦。嗯，诶，你对新鲜人类哦，佫真有两步七啦咧。无啦。我想讲，这少年家啊，即摆拢爱对一款，爱读甲你上山那个唔知影，啊你袂使用硬，你若愈硬哦，伊反弹愈大。我嘛知影袂用硬啦，啊所以自从甲带倒来了吼，你看阮大家拢是用上大耐心咧对待伊啊。这恁都唔捌啊，干那耐心是无够，上重要就是这个心，这个心你若杀会着，伊会当接受哦，安尼咱来着对症下药，一比一重。嗯，我昨暗哦。已经看到你的长才啊，所以我今仔日特别拜托你来，就是为了这个代志哦。不啦，我反应较慢哦。诶，主管，你讲较白。自从文文转来投了乡了哦，无人有法度甲伊接近啦，干那有你哦。所以我想讲，文文拜托你，你好好甲管教，看伊会当行入正道的，你敢有愿意？无问题啦。那教我哦，妥当的啦。我绝对哦，短短时间哦，运头甲脚完全甲改变的啦。是讲，先做先。我是讲哦，我甲管教一段时间啦，若有需要啥物做法哦，我希望讲主管会当全力来配合我。你会想超过未？袂啦，你放心啦。好，安尼我一直拜托你哦。啊，哦，免客气。谢谢。是啊。哎哎，恁两个，来，快点。哦，看这里啊。哎，恁两个，妈来哦，刷卡过来，刷卡进去，借单子，妈来。啊。哎。这地方，那要让我们家注册场所啊。嘿嘿，当然啦。我跟你讲，唔难讲吼，你会使用。我来想，你若店开到到底吼，咱全托了乡吼，甲你搞年纪的，来清扫的，大家嘛叫我来，到时阵哦，你拢交新的朋友。耶！这样子你要像代废无聊啊！对啊，不错。嗯，不帅，你够意思，你是好兄弟。可是我没钱哎，这不是要付租金的吗？哎，钱是要跟我收家哦，我好家人呢，租金哦，我来我小 case。爸，你够正。来，哎，伊也无办啦。老天仔哦，好家人，你想不到佫这么有爱心的。哎呦，阿秀啊！我愈想实在是愈无妥当呢。你看，咱这间哦红茶店，啊，伊要甲我改做啥物？迄个少年的集会所。啊，遐狗囡仔来做咧歹教师，在遮甲我惹代志。啊，我规间店哦不干不啥啥，啊，要变安怎？按好的方面去甲想啊。像文文这种叛逆的囡仔，一定是袂少。啊，哪会当有遐个囡仔哦，拢来遮聚会，咱嘛才看会着，管教会到啊。啊，你对咱投了乡的治安哦有帮助，嘛会当让遐囡仔哦心情会当有发泄，伊就会愈来愈乖，以后就是投了乡的福气咯。干嘛呢？当然嘛呢。我招做伙来啦，啊，伊都唔肯呢。这文文啊，唔知甲伫当时啊，才肯来管养阮老母。伊个性哦，是有较骨强啦。这个代志哦，爱慢慢仔来，无法度甲勉强的。是讲这老天才，对于教育迄方式，加减嘛哪有效呢？啊，那安尼哦，我看咱着将希望放在老天才的身躯咯。啊啊啊！又搁害我将心煞对落。代志咱拢是家己歌声来斗支持，人生的可贵正是因为咱。
嘿嘿，你少年的较有法力啦。你实在是很拙哎，哎。我真的忍不了哎。像你这样子哦，挫兮兮的、土不拉几的，我妈当年怎么会跟你搞在一起？这。我妈她当年哦，离开你了，跑到台北去，又不跟你说一声，你是因为这样才恨她，对不对？恨她？没有啊。那你一定是不够爱她。这是怎么讲啊？哎，你这不是问废话吗？有爱就有恨呐、啊。你如果很爱一个人，他离开你了，又跟别人跑了，生下我一个这么大女儿，你应该会很生气，很生气，气气气气。会很恨他才对。文文啊，这真正爱吼无分啦。我跟恁老母也无结果啊，这拢是命运啦。敢若用讲是遗憾啦，他有什么怨恨？啊，我没你这么伟大。其实哦，恁老母嘛真爱你，你敢知？他如果真的很爱我，为什么我从小到大每天都没有看到他？爱一个人也无一定讲爱逐天做伙啊啦，啊逐天做伙嘛无一定讲会相爱啊。哎，啊虽然你甲恁老母无生活做伙，这嘛明表示讲恁老母无爱你啊。我相信哦，恁老母稳当时时刻刻伫思念你的啦。你又知道？这用脚趾想嘛知，伊有哦，绝对有不得已的苦衷啦。天开的。他有迄做老母的，啊，愿意讲啊，无爱甲囝仔咧住做伙，啊，一人住一位。恁老母住迄环境，你嘛知啊，伊是无希望讲你男伊做伙吼，啊，踮迄种环境咧生活啦。啊，伊所希望的是你爱过着迄种正常快乐日子，啊，毋则无男伊住做伙，啊，伊甘愿哦，啊，来忍受着这思念囝的痛苦。这段爱甲真深，才做会到，你敢知？我们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。哦，这样，因为爱你，就敢那亲像哦，我爱你啦，啊，才会当来体会到安尼爱一个人，啊，无多安来做伙迄款的滋味啦。我相信哦，你心肝内吼，原来真爱恁老母，啊，是你安尼死啊硬嘴巴，唔肯来承认，对不？我才没有呢，从来都不觉得我爱他。你不要自作聪明啊！你真的是像他说的那样，其实是爱我的吗？那其实我很愿意跟你一起去吃苦，我一点都不想自己享福，你知不知道？都这样了，做什么事情都自作主张，又不问我。你真的以为把我一个人丢在外面，我就很高兴啊？你错了，你如果让我跟着你，我就可以保护你啊。这样的话，你就不会死嘞。是你害死你自己，要害我没有吗？盛宏是个好人呢，你这个笨蛋，当年竟然不要他。害我将心煞对落。代志咱拢是家己歌声来斗支持，人生的宝贵正是因为咱。
上啊！你嘛去甲迄文文讲，啊，已经这么暗啊吼，搁住喺楼下，你看，你三更半夜音乐还咧叮叮叫，实在有影吼，刮擦鸟鼠咧吵死人。啊，你来啦！这楼下伊呾布置好吼，心肝较兴奋啊。过一站啊吼，应该袂啊，又搁过一站。这人害我流浪，过去啊，我太放荡，想着我哪会这么戆，阿娘是疼子，为子在走动，不是不是，予恁来失望。不是我爱流浪，是予人来煽动，吐出社会，拢嘛是靠胆量。才会想要冲电影用，啊啦啦又过，啊啦啦又过，害我将心山坠落。不是我爱流浪，是予人来煽动。拢嘛是靠胆量，才会想要冲电影用。啊啦又过，啊啦啦又过，害我将心山坠落。